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是两个玻璃水晶的糖果罐。那这个糖果罐呢，在欧洲皇室经常使用，有些会放置糖，有些会放置一些特殊的香料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糖果罐，它非常的那个光彩夺目哈。然后这个，如果您放在一张白色的纸上面呢，它甚至会出现像钻石一样的八星八星的这个七彩的颜色哦。这个下面的这个盘子非常非常的特别哦，来给大家欣赏一下这个盘子是什么呢？这盘子上面刚好有带一些水果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后面的牌子吧。它就是来自一大类的 Ginoli 的这个磁场所出产的这个盘子哈。Ginoli 是什么呢？ Ginoli 是它最早是1735年哈所生产的一个窑厂哈，这个牌子。它后来作为 Gucci 公司跟后来被开云集团跟 Gucci 公司买下。那它最有名的生产的这个盘子的系列就是这个水果系列盘哈。好，刚好我们这边有两个水果系列盘。然后呢，同时把我们的这漂亮的这个水晶玻璃哈，大家可以听听看声音，好，非常非常清脆哈。这全部这个手刻就是说玻璃硬度很高哈，所以它是用手一凿的把它凿开来哈。这个水晶玻璃罐，两个一对，好，推荐给大家。